希望他不要在我就是地震的时候，不要在我睡觉的时候地震，因为会吵醒我。我那天我早上十点有个地震，然后我就起来，然后我就被震醒，然后我想睡回去，我又睡不着。对啊，大家地震小心一点。你知道那天地震的时候，啊，然后我那时候在跟我哥打 Apex， 然后就突然就是第一次吧，第一次地震的时候，说是不是有地震？然后他在高雄嘛，好像高雄那边比较快。然后我说没有啊，我不知道什么，我戴着耳机感觉我感受不到地震，然后就脱下耳机，我就等了大概三四秒左右，然后我觉得真的有哎。然后你知道此时的战况是什么？此时就我在打 Apex 嘛，然后我们就剩我们这一队跟对面那一队，然后我说怎么办，要跑吗？他说先打，我们要赢。然后我们就打，然后我说可是很晃哎，怎么办？然后我说我没有穿裤子哎，我要先穿裤子吗？然后说先打，然后最后震得太大了，然后我手鼠标一直乱抖，然后我就冲出去白给。我就已经晃到不知道人在哪里，然后我鼠标也跟着晃，然后就剩我哥一个，然后我哥也输了。他说怎么办？那个枪都对不准呢，手一直抖。然后我们打完了，地震也结束了。而且最近地震太频繁，我都有那种地震后遗症，就动不动就觉得是不是在摇。那好像那天彩排，然后地震。刚好我在彩排，然后地震大家一堆人在跑，然后我还在那边继续跳。有人多的话我就不怕。然后跑上哪里？但那时候我根本没打算跑，是那边的工作人员叫我们跑。然后上去待五分钟，没事才下来。对啊，练舞的肌肉，很好笑。因为其实前前后已经震了蛮多次的，只是前几次大家都没有停下来，然后我以为这次也不会停，然后大家突然就刷上去。然后没停的几次，大家就边跳边晃。那天我们在 B1， 我们在地下一楼，然后都能感受到震。不知道那天有多大，你有看到很多那种周末的两天，不然真的会很嗨。你眼睛又比平常色皮，就是加了眼线，因为等一下出门，等一下我会化妆。哦对，还有，那我跟大家讲一下，这礼拜四也不过了。你几点播啦？你吃了什么？我大概3点播，我吃了那个什么沙拉。好饿。你播到五点吗？你播到五点吗？对啊。送你。你比出来了，我比出来了，食指，笑死了。哎，你没有编法。我有啊，一点点，对。怎么可能没有编法、啊？那你这样看我的破镜会很严重吗？反正有点像玉子烧。
玉子烧有黑糖吗？啊、没有。玉子烧中间有那个紫菜，那个叫什么？海苔、紫菜、紫菜、海苔、海苔妹。哎、欸，不，我今天很好看吗？好看啊，今天很白哎。平常为什么那么黑啊？平常没有化妆，去练习，只有贤弟集会全妆，其他人都素颜。哎、欸，我最近戴口罩，因为我们不是很那个，吴婉玲不是确诊嘛，然后我是很担心，然后我们这练习的时候就开始大家都一直戴着口罩，完全没有脱下来，所以我化妆我是化上面，你下面没化？对啊，但是会有口红了，对，担心要喝水，脱口罩吓到别人。你是在看到别人吗？我们大家都画，大家都那么久了，认识那么久了，对，认识那么久了，喵喵。你吃什么炸鸡呀？我吃什么那种鸡胸肉沙拉，然后还有一个松饼。松饼，松饼，一个迷你的。超小的那种，你知道多、啊？嗯，怎样？肥宅。我吃很多、欸、我出来的也很多、喔。那拿兔子出来交流，星星在外面吗？我星星在家。哎、欸，你兔子在哪？我兔子在这里啊。怎么样？要出来吗？只是我还没吃完，还没吃完呢、欸。那你先吃啊。好啦，你先把星星抱出来。Coco 的毛还长不完全呢，它没毛，没毛兔，快差不多了，大部分有毛了，它大便啦，它很常踩到大便，它最近大便都是那种湿湿的大便，它不是喝太多水了，它是好像吃很多饲料，然后它不吃草，然后水也好像不太爱喝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真的不能不吃草。我跟你讲，之前我 Coco， 然后有一阵子他的饲料没了，不是草没了，然后我去买，然后那个草一直不到货，然后他就有一阵子没吃草。他的毛缺一块呢，他的毛掉了一块，我超紧张。然后后面他开始吃草之后，毛就长回来了，超屌的。真的，兔子不是真的不能不吃草？他们不爱吃啊，他不爱吃草吗？星星啊，他不，他现在不喜欢呢、欸。你是不是要换一种草啊？这我也觉得。哦，要不要交换一包？买那种，我是买那种超大一包的那种、欸。我也是，我也是那种。我是一公斤的。拉稀对啊。哎、欸，那你要去补染吗？头发？我今天补了。你补染了？你去了？对啊，对啊，你看。啊。可是不行耶，我的设计师说这样还太少，很难补染，叫我之后再去。然后他说四周年就跟分泌你就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哦，那你可以戴一个帽子啊。你要表演的时候吗？对对对对，没关系啊，我脸漂亮就好，我觉得头发还好。哦，哦，又是颜值的部分。那些光头吗？光头。光头妹，我不要。哎、欸，我会不会很恶啊？你在吃东西，我在讲星星的大便。不会啊，我对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真的，那就好了。幸好我也是。讲你的大便也没关系。我的大便很漂亮。我的大便是粉色的哦。哦，大便是那种很完整的哦。要不要帮我大便买保险？你有病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有病啊，你有病，爱你病。天啊，那你开多久啊？开到几点？不知道哎、欸，看看情况。哦，可能开到五点半或六点吧。为什么不去一开直播？去没有？下次我们一起去 IKEA 直播。好啊！还有什么家具的地方？紫电那个什么宜得利，你听过宜得利吗？没有，我们可以去 Costco 或者是 Costco 或者是家乐福。
哦，然后我们一起吃饭啊之类的，然后看粉丝之后会多久见到我们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是测试粉丝多久到现场。不会啊，那么多家不知道哪一家。嗯。哎，这样子我会看到你的留言吗？不会。哦，那就是各自的。我第一次连播，哎，你第一次吗？我第一次啊，第一次，第一次给你的，第一次，第一次给你的，天哪，对啊，对啊，没有，因为你知道很之前不是很多成员都在联播嘛，然后粉丝就会一直问我跟谁谁谁联播，然后我就去问姐姐，我说姐姐，我们是可以联播的嘛？姐说不行啊，你们不能联播啊。我说真的吗？然后我说哦，好啊，好啊。然后他们又过了一阵子，然后我又看到有人在联播，然后粉丝又要我去联播，然后我就再问一次姐姐说，姐姐，可是很多人都在联播啊。她说是吗？不行哎。还没联播，哎，我们没了，没关系啊。陈思雅也在联播哎、欸，陈思雅、因为他已经毕业啦、啊，没有之前啊，之前他还在说，真的、哦，因为他队长啊，然后主厨也很常联播，啊对，可能姐姐没有在看我们直播吧，所以我们现在，直接我们今天直播之后，姐姐都会看的。哎，不可以，如果只有我们直播，然后联播出事，那就是针对我们。大家粉丝都知道，对，粉丝都知道。对，因为其他也有播。嗯，对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啊你的信号。对啊，你们要为我们当证人，知道吗，各位？好吗？谢谢大家。我们会怀念你们，已经说拜拜了吗？好笑、哦，我笑死。有人说，哎，毕竟两位都是曾经点点点。那个怎么说去了？停止，停权。我们是那个名字，难兄难弟，难兄难弟啊，难难兄难弟啊，我是难困难的难呢、啊，难兄难弟。没事，那不是什么不风光的历史，就是我觉得停权是一件不错的事情。对，是一件对，可以让自己有好好冷静的时间、思考的时间。对，但是就是现在，毕竟它是一个历史，所以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它。嗯，没错。哎，停权这段时间，贤女其实超级内卷，她跑去运动，然后减肥，然后回来瘦超多，然后我就一直吃，一直我是双反哎。那时候老板就这样跟我讲，啊，贤吉吉跑去运动瘦那么多，你在干嘛？那你在干嘛？休息。对啊，休息，休息。哦，对啊。但是我那时候是因为这会有停权，会有一个情绪，就是可能会比较忧郁一点，就必须要找一个东西去发射一下，发泄，发射。我这个中文超烂的，发泄一下，对，就是就跑去运动了，嗯，对啊，但也好像蛮好的，因为就变瘦了，但就有点，对，好累，好喘哦，我看到照片觉得好喘哦。跑步好像没什么用，跑步有，但是要吃很少，嗯。对，我那时候完全没吃巧克力什么的，很疯哎、欸！好辛苦啊！像那个巧克力拍吗？巧克力拍那个红色包装那个，嗯，知道。对，我那时候刚开始吃的时候，对我还有一个，但是我在运动的时候我就是舍不得吃，然后到我回来的时候我还没吃，然后放到它过期我都没吃。哇！对，那个很极致，所以真的很，天气冷耐力真的超强。他之前有，他每次只要一减肥，然后他的菜就是那种人家看了我完全不会想吃，就煮青菜、煮豆腐，就是那种，这水煮餐得做得到啊！变态，我现在变态应该也不行了。你现在可以吗？就是那种我现在在假设就是让你一个人上巨蛋，你会那样减吗？巨蛋吗？当然要啊！当然要，不然被拍那种这种照片，
不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但是你瘦超多啊，因为那个浪 life 的那个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可是后来又还好，又后来又胖回来了，就是因为一没有运动就会胖回来。哦。好，反而国术的时候很久没有看到贤一起减肥哦，好像从来没有看过国术减肥。耶、yeah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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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天啊，干嘛减不减肥关你什么事啊，爽不爽减的。国术真的是很感谢国术的牺牲，谢谢。国术减了我们再减，叫他天天传体重给你看，有变瘦我们再开始减。对对对对，等你的国术，粉丝都只有一直胖下去。OK 啊 ，OK 啊，麻烦了。但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开心比较重要哎、欸。嗯，以前是那种减肥，然后压力很大，然后后面导致是复胖更快，那种真的超恐怖，我再也不要那样减了。对对，真的。唉，我这样骂我的粉丝会不会那个、啊欸？因为我都习惯这样骂我的粉丝、啊。他们应该不会，他们应该很开心，就是啊，你为什么骂我？好爽哦，这样子。他等下私讯就说：“孟纯，你刚刚那样讲，其实我有点受伤。”啊，我是说你的，就只有一个人啊，啊，就只有一个。那就好，就是那个，哈哈。因为我这边的粉丝，他们都会就是故意讲一些话，然后让我去骂他们。嗯，他们的性质吧。嗯，我的粉丝比较 M， 你是你比较 M、嗯、对不对？我对他们不会这样子，我对他们我是 S， 但是我私底下我是 S、啊。我也是啊，我也是、啊。我在团里，然后都被人欺负，然后我在粉丝这边我就欺负粉丝。对对对对。脸有点圆耶，要不要调一下？我吗？你哦，我啊，好了，有圆吗？你还好耶，我觉得我头很大。你觉得你头很大？那你这里没有小头怎么办？那我是不是有大头症的？大头症？有啊，你有大头症。哎，这样好看吗？好看啊！你今天很像妖精耶，那个。滤镜好大啊！哎、啊，我这样眼睛是不是跟你一样大？你把眼睛偷过来。哎，我开一百的眼睛跟你一样大哎、欸！你这个眼睛太大了，怎么变得跟你一样大？大家传出去，我瘦脸一百，跟贤妮妮的原始眼睛一样大。开了一百，你看哇，你这是什么啊？这好奇怪啊，好怪哦！美白美白，你在什么天堂吗？我去天堂啊，给你直播啊，给你介绍一下天堂，天使星星，我会下地狱，我跟你说，我也会，我找到伙伴了，嗯，地狱见，地狱见，地狱见，今天开太多地狱梗了。这个瘦脸一百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你看变好像陈之内、啊，你这样，哎、欸，有啊有啊，好丑啊，好丑啊，但我已经是陈之内啦、啊，因为我二单那个啊，二单那个画面。哦，怎么突然可以连播了？前几期找我连播了，有事怪他，因为我看到那个祖祖他们有连播，所以我才按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然后看到哎，有前车之鉴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前车还是前什么？是车哦。前车，前车之鉴。所以呢，就是。学习一下，我以为可以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等一下，姐姐讯息都来。我跟你说，我看不到讯息，因为这是另外一台手机、哦。我手机在。我手机在。你是快台？哎、嗯，赶快拿开，不然姐姐传讯息。飞航，飞航，飞航。
那我那时候在 IKEA 联播，我上面那个 LINE 就一直跳，一直跳。你好，好笑啊！在群组@李梦辰，正在下播。对，哎，真的是哎，你在群组被 tag 哎。对啊，然后突然超多朋友来看我直播。对，我也有进去，好像是。等等等，哎。怎么那么多人 ？Hello，Hello， 还有两人香槟，对啊，你还跟我聊天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那时候还没有发现 LINE 的那个讯息，因为就是你在直播的时候，你一直有 LINE 就觉得很烦，就把它划掉，就不会多看那个内容。对，很傻，他说北极星说你傻爆，傻爆，傻爆是什么？霞霞到爆炸，霞到爆炸，霞吗？霞霞霞是霞吧？霞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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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，对对对对，你这个就很标准啊！为什么？霞美霞到爆炸，霞到爆炸，霞到爆炸，霞到。爆炸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奖励奖励你吃一个这个，喝一个。谢谢周的香槟。啊，谁说的？北极星。对啊，过来，你让我骂骂你，凭什么？凭什么说我瞎？雪梨姐也跟我一样瞎，你什么意思？欸，北极星很棒欸，北极星他会就是他留言就是留到那种我很喜欢看到的东西，那就是很喜欢他啊，为什么他说我瞎到爆炸，为什么我要喜欢他？那我很喜欢他，那你喜欢我不喜欢，你猜这是什么歌？迪奇亚的名字响亮的回答。那是那个 Coc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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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星星吗？啊，他是说傻傻啊，傻的，他说傻傻傻，诗诗陈思雅的诗诗傻诗雅诗雅雅，不是傻傻，对对对，傻傻傻傻。傻傻傻傻哦天哪，怎么不会啊，好热哦，有没有开冷气啊？我现在不能开啊，我好冷哦。你很冷哦？对啊。哎呀，好心寒哦你。没有，我在家不怎么开冷气耶，因为我比较怕冷。你怕冷哦？对啊，我不怕开冷气，我很怕热欸。因为我可能因为我在家都没有什么动，你在家就比较过动，所以原来我在家就已经过动。那你在家都怎么动？我都自己动。在家跑来跑去。你家好像没有可以跑的空间啊。欸，我们上次在讲我要去玄离奇家睡，可是他说他家很乱。欸，因为那个柏林跟小晴都有住过家，然后李梦辰在旁边听到就说：“怎么可以住人？怎么可以？”嗯，看着我连显迪奇的床都没上欸，因为我没洗澡。对对，那时候大家坐地板，地毯，地毯，因为地毯也蛮软的啦。那那那，哎，那就带 Coco 去。空我在你的地毯上面大偷个便，对啊，而且还在找大便呢、欸。那我们跟着屁股后面捡大便。但我星星也是，我星星也是会在地毯上面大便的。现在不知道之前不是有人炫耀说星星都不会在外面大便吗？嗯嗯，那谁啊？他现在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他有点发情期，发情就会乱大便，好像真的会这样子。他发情也发太久了吧？你从这边发了一个月了。对啊，他发很久哎、欸，他最近也在发，他很笨呢、欸。我好饿哦，
我想看啊，我吃啦、啊，开冷气啊，开冷气哦，我以为你说快点吃啊，我要看热，我们快点吃干嘛？但今天还蛮凉的耶，其实，对，没什么太阳，对啊。那还是很热。哎、欸，你家地震会很有感吗？我家什么地震哦？嗯，好像还好哎、欸。因为我那个、啊、我住的比较低呀、啊。嗯，对。我没有你那么高，你好像住蛮高的。嗯，五楼以上。对啊。我要快塞啊！学一下吴婉玲。为什么突然快塞？因为。最近其实我蛮有点感冒，我一直觉得我很感冒，啊、就是，但是应该不是这个的感冒。不行，我刚才在那边推荐见面会，一直跟大家说一定要来啊，见面会一定要来哦。而且我昨天也有快筛，所以今天应该也是还好。哦，你昨天也有吗？我昨天也有。对，也有，因为对啊，危险。我先塞，嗯，去公司姐姐都要我们快塞。哎、欸，今天我不知道，我都在镜头里快塞，你为什么要在镜头外快塞？因为要这样，没有就这样，你是这样哦，我这样哎、欸，因为我这个比较粗，这个比较粗很难，啊、它是硬的，它不是软的，没办法，就是直接。我也都是用硬的，可是我不会擦很深哎、欸。哦、oh, ，我觉得有沾到就好了。对啊，你们两个确诊，我就不用去啊！你票就这样不要了。你每天都塞哦，你很有钱哦，你快塞很多哎、欸，快塞富翁。然后我现在确诊，然后公司给我发了超多快塞。对啊，没用完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早安啊，大家！但我只是感冒，我是没有那个发烧什么的，我只是会咳嗽。你其实没有咳嗽，就是鼻涕，对鼻涕而已。你刚刚咳了两下，哎、欸，还数哦，还哎、我是有痰，有痰，那蛮严重的。对啊，对吧？蛮严重的。那应该是那种感冒了，因为对、啊、我很常就是洗完澡之后在家跑来跑去，所以说会着凉，而且我还开冷气耶。你男生啊，很紧张哎。那你昨天塞过了、啊？对啊，今天再塞。明天还要塞吗？坦白还要塞。对啊，对，一直塞哎、欸，这几天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希望我可以健康。C 吗？是 C 吗？是 C 啊 ，C 就是没事啊。D 不是有事吗 ？C 是没事啊 ，T 才是有事。嗯。我是一线女星，你是不是吓到？没有吓到，没有，真的、哦，哎，不好玩、欸，太快了，还没呢，你再等十分钟啊，对，太快。小在那边装，一点都不像，我也觉得我装的不像，你应该。不会，你会？对对对对对，正常是不会这样。正常是先不说话，然后关直播，直接关直播。对对对。那么是不是失望？没有，他确诊，对我是坏事，各位。他如果确诊，我要重新排走位，各位。哎，对啊，对啊。很多东西都要重排，如果真的确诊，
对啊，虽然我很希望确诊，但是虽然我不希望确诊。15分钟哦，好久。哎，你现在是桌垫还是笔垫？笔垫啊。那你哥给你买的那个吗？对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你也有哥哥好不好？我有哥哥啊，但是他不会给我买电脑。他买电脑还跟我要钱呢，虽然我也没给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但感觉你跟你哥的感情也很好，其实是因为我来台北才变好的。我们之前就是，我跟你讲，跟家人不能一直相处太久，就相处太久一定会吵架。所以那种久久见一次面，哇，感情超好。哦，真不错哎。对啊。哎，那你跟你哥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很常吵架吗？不会啊，但我会一直弄他，就是可能挂住塞给他。他比我大两岁左右吧。差不多，拿袜子，拿袜子塞他，就是回到家袜子塞他，然后丢他，然后拿一些枕头丢他，然后他在打游戏，他喂喂，很好笑哎，我哥很好玩。我以前他在跟朋友打游戏的时候，我不能说话，不然我的声音会传到他的麦里，然后他就会生气。他会生气哦。嗯。现在不会，他以前很容易生气，我以前都不敢跟他打游戏，因为一直被他骂。哦，哈，那你哥大你几岁？两岁？一岁？嗯，这一点点嘞。是生完哥马上有你？嗯，哦，我是意外耶，我其实是个意外。你是一个意外。我爸原本是拿掉，我要把它拿掉。那个东西破了一个洞啊！什么东西破了一个洞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一个意外，滚啊滚啊！这是意外。我刚刚没有想到你在说什么。然后反正我爸跟我叔叔他们就一直说要拿掉。嗯，然后但我幸好有神。嗯，幸好有神。怎么样？让你获得这么漂亮的朋友？不是，是不然你哥会很无聊，没有人可以骂。还有一个姐姐，还有一个姐姐，但你哥不会骂姐姐啊。我们姐姐对我们超凶的，我们姐姐比我们大8岁。哦，哇，哇，那差距很大哎。嗯，感觉不会，因为我姐姐比较幼稚。哦，对。这可以很好相处。嗯，我们三个很常一起打游戏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三个，跟我哥还有我姐一起玩游戏。哦，所以我也是比较幼稚，所以才可以跟你那么好。也是，我也是幼稚哦。嗯，你很幼稚。我很幼稚。外人说。可以拍你们穿过的丝袜或者是裤袜看一下吗？不用穿，不用穿跪求。有变态！有钱吗？有钱吗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有2万吗？天哪！裤袜佬，裤袜佬，裤袜佬。没事，健康。真无聊，那个意外，真无聊。你那边的粉丝留的吗？他是你粉丝吗？我不认识的，他是一个奇怪的人吧。Ben 了，有缘再见哦，拜拜。好了，不见了。哎，可是我没有Ben过人哎，我很喜欢跟二姐聊天。真的、哦？嗯，哈，不喜欢哎、欸，他不太会回应我的话，他都会自己说自己的话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好笑，嗯，很好玩。哎、欸，不觉得是我饼干，就是除了燕麦，其他都很好吃吗？这个吗？是燕麦吗？这不是燕麦。那我没有吃过燕麦，
我喜欢吃里面有巧克力的那种、哦、白巧克力，对对对对，那好好吃。但是我很常会就是有一些可能外送人不知道，就而且不能选嘛，就随机口味、嗯、他就会给燕麦。燕麦的话我通常都不会吃，因为燕麦耳朵一样很浪费那个热量，很浪费热量。对，要吃那要吃那种好吃的啊，对不对？我还会吃的、欸、啊，你不吃就丢掉。也是不会啊，可能就某天真的很饿才会拿出来看看能不能吃，能吃就吃掉。好饿，这能放吗？可以放两三天吧，冰箱啊。嗯，国树的香港脚，以前的粉丝哦。国树的香港脚是谁啊？不知道啊，他是一个二界啊，对对对，他有好像、嗯、一个人开分身吧，一直开分身哦。为什么是国树啊？他对国树有意见、哦？他可能对他的脚有兴趣啊。那是 ET 就是一个二界，还是他其实就是国树，只是国树想要当二界。国树想要试试看当二界的感受，所以特意开了一个二界账号。对对对对。不会吧？哦，PK 是什么意思、欸、？PK 应该是那种看谁的礼物比较多之类的吧？啊，不喜欢这种游戏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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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这里，去买生血，我们来 PK 生血。来 PK 生血啊！你要 PK 到来吧？哎，博维在看你直播吗？博维，我不知道今天、啊、我不知道今天在不在，不是开学吗？啊，对啊，开学。有人说，有人叫我问说，博维比较喜欢小迪还是某某？他比较喜欢品啊，他比较喜欢万灵万灵。为什么万灵？为什么是万灵？哎，万灵意外的，但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很蛮棒的人哎、欸。万灵吗？对啊。哪方面？就是。虽然是可能有时候会笨笨，但有时候是蛮有趣，但而且会听别人说会进步的人，对。那等一下，我先确认一下，万里的爸爸在吗？万里的爸爸跑来我直播间，然后说你谁啊？真的？啊！我的天哪！那你赶快说一句好话啊！吴万里啊，他不在啊，不在啊，他不在啊。那万里哪会听人说话？每次跟他说了，他都不改。对啊，在你面前吧，可能你说了他才会改吧。我说没用，可能他可能是想要你注意他之类的。有二界，有二界，他是二界，二界。哎、欸，不会在，不会。那你比较喜欢谁啊？你在争宠吗？你是不是在争宠？来，我们擦口红。等下，等下，停一下，你停一下，我擦口红。嗯，继续。OK， 那我也补一下，我补一下。哈、okay. 哈，开个灯，开个灯，开个灯。等等等，那个等下等下。嗯，预备好了，预备好了吗？可以开始了。OK。你是放了什么音乐？你那边怎么加分？我们一起用一个 BGM 啊，没关系啊。啊，你开那什么歌啊？你可以放一些可爱一点的那种吗？就是可以。Okay, okay,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我讲啊，你看讲。我有吗？我有吗？
好棒！来来来，亲亲来亲亲，来亲亲，哇、嗯、哇、啊嗯啊，来亲脸亲脸亲脸，哇、啊，互亲互亲，好久不见，哇、嗯，哈哈哈哈，我们现在在干嘛？我有点不清楚我们在干嘛，我忘记我们要干嘛了。我们在争宠，我们在争宠。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这个叫什么？哈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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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姑姑要来看那个粉丝见面会了，你们都已经点了吗？几点啊？又不是凌晨，讲什么话、啊？真是，嗯。哎、欸，这边要指定我们的九月生写真哦。对，九月生写真是什么去了？是那个工装模特的。对对对。真的很好看，各位。对啊，我这是我们，我很难得跟贤迪奇排在一起。对。对啊。大家多多支持。而且我给你拍了一个限动，但是我发现我双下巴刷就没发了。对，我那时候有拍限动，但是我也觉得还好，没有很好看，所以我就没有发。应该发的。看。好中了，等一下，有点中。我来看，我来看。哎、欸，什么、啊？我调一点。我在那边扭。嗯，他说会议室集合了，两位显迪奇都怪你，不想我怎么了？我投降，哦、我卫生纸掉地板，投降，投降，投降，我错了，我写会哭，你要去写悔过书了，显迪奇。对，该选什么博伟？多久了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应该不要让博伟选的，应该让流浪人选，因为刚好是流浪人只推我们两个。啊，对耶，对啊、真的耶。应该让流浪人不会那么推那么多人，应该不应该让他选。然
来重新开战，重新开战。我字蛮好看。好像有人在冲你回过书的字写得很丑啊，李梦。啊，因为我没有认真写啊。写的字真的很好看，好不好？失控，失控！我看一下，我们失控吗？我们还好吧？我们潜意识有点失控，我在努力，我在努力这样子。然后小助手 BGM， 我们再 PK 一次，我们再 PK 一次。这次是流浪人啊，真的、哦，嗯，再一次、哦，他子好听吗？没听过。哦，至少很红哎，可是不甜哎。先学习啊，还涂还涂口红，因为刚刚一点摸嘴巴掉了。刚你知道你就像侧脸，对，然后拉着这样，然后转，那头发没弄好。再次再次再次，先侧过去，假装不经意，然后回眸的时候就是先不必一边拨头发，然后一边转过来，然后看到他了，很开心。哦，然后侧头，这个步骤来试一遍。侧头，然后回来，然后先看他一眼，然后再笑，然后再歪头，会憋不住。来试试试，来准备，三二一 go， 看到微笑，歪头。100分，100分，100分，耶！教我一个，你教我一个，再一个就是这样子，这样，然后嘞，完了这样子。好，对对对对，是这样吗？你是先是，你怎么在这？嗨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哈哈，你们，是我们做这些，是不是好像小迪做比较好？哦，对啊，小迪做比较好，你去他那边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哈哈，哎，你粉丝喜欢这种取向的，被骂，没有他们。比较喜欢取笑我，我知道为了获得我的关注，他们也是费了不少心思。哦，真的，嗯，而且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对啊，辛苦了。骂我！哎，让我教你这个。对，然后你要，对，但你的手不能被拍到，你要这样，不能拍到。对，不能就是不能看到自己的手在摸，你要这样子，有点近的，然后就是，对，然后我先，哎，那个好好笑，哎，你看到你的手，哎，好像有哎。你很常这样玩吗？假装被摸头。还有这个，这什么意思？神之扭动。对，就是那种，就是你知道男生通常比女生高嘛，所以呢，镜头呢要长。啊，我懂。然后呢，就这样，然后就看着镜头呢，就我下去。再高一点，这样，对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再看，好，对，太可爱了，被抱着，然后这样子看你的感觉，哎，你很会用那种模仿视角，哎，对啊，因为我喜欢这种，我觉得这种很可爱，哎，你就是喜欢那种少女漫画，甜甜的恋爱那种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很常看少女漫画，幼稚。
那我是少女。那我是熟女吗？啊，我是老妹。OK 啊 ，OK 啊，老妹。哎、啊，对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都忘记叫他选，就哥来选吧。来选吧，来吧，不要忘记你的初心，不要忘记你的新欢。他跟潜水了，他不见，他不说话。今天我选某某，维娜，维娜，维娜，没关系，我有博伟。哎，博伟又没选你这边，博伟选的是小秋，年轻的身体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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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坐计程车，我们坐别人的车就好了。没人载，一定会有别人想载我们的吧？博伟有驾照吗？你好烦啊！我觉得我很烦。会议室发出第二则通知。哎，小弟妈妈明天来办公室，好爽啊！好爽啊！四周年还给我。办公室见，不要好，我先忙，不好意思，四周年后再见。一直在调戏，调戏的人不是我哦，你各位要看清楚调戏的是谁哦。你要看清那金发的那个啦，真的是什么金发？金发你呀、啊？好了，金发那个啊，那个老妹。我看你，我比你老哎、欸，其实三岁。我知道，但是你喜欢叫我老妹、欸、对啊，因为我们很熟啊，代表你是好啦，你最可爱了好不好、嗯、我有车，流浪人说他有车，你的副驾驶可以坐两个人吗？因为我跟什么卡斯都已经坐副驾驶的人了，我们不能坐后座。我在一个屁股，我在一个位置，哪位一个屁股，我们两个人就是两个屁股。那你有两个屁股，那我们三个屁股。我刚考到了，恭喜自己哦，恭喜了！你们两个坐后面吧，不能坐后座。副驾驶要坐流浪人老婆、哦、啊！对，然后我们两个中间应该坐流浪人的儿子。那我是女儿。救命啊！坐两人要大车，什么意思？坐两人就大车？坐博伟。今天的直播会有那个吗？留档吗？有那个有、那个、留档吗？干嘛？你希望害羞？你是希望留还是不希望留？我现在就是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剪一下，就是。我建议全留，各位，我今天的直播我建议全留。然后没差，会有什么样的化学效应？如果全留的话，全留的话应该就是那种，我也不知道，算了，没差。可能就是我们两个就会变成那种公司的那种危险 CP。然后我们两个都要去公司直播，以后都要跑公司才行。嗯，不要，不要。你是不是准备要下播了？我没有啊，我还有六分钟，到五点。嗯。哎，我跟你播到下播哇，好荣幸啊！第一次连播就这样。哎，你播一个小时哦，一个半。没有，你下播，我继续播。哦。其他人都连播多少次？
其他人联播，那以后我们都联播啊，多爽！那都不用想话题了，我们可以一起直播，我们一起直播玩糖豆人。哎，对，对啊，好想哦，要不要？我之前直播有时候玩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把那个画面对着电脑，然后在旁边放一个镜子，然后镜子照着你的脸。然后就这样看到名字啊，看到名字啊，是没错啦。但是游戏的名字，它游戏内不是加不了吗？糖豆人，好像是。然后但是要打名字，打名字才能确认，就是要不要加你好友之类的。啊，反正我们没有糖豆人，我们糖豆人的好友好像就只有柏林。还有谁？应该就这样了。对啊，我没有别人啊。但是我们要，但是那名字是加不了，好像要透过 ID 之类的去加。然后 Steam 也是啊，Steam 看名字也加不了，要透过那个好友码。嗯。那我们下次联播就玩糖豆人吧。好啊，是可以啊。我很担心哦，现在先检查一下我的 LINE。没事啊，没事没事。没事啊，没事啊。没事没事。担心什么？没人会看我们直播啊，你想太多了吧。没有人贴我们。不是说粉丝会看，我说姐姐，你要最近那么忙，哪有时间看？对，他们很忙耶，真的耶，是的。还有见面会。嗯。对啊。对啊。镜头拿远一点 ，ID 没有那么容易看清楚，浪的解析度比较没那么好哦。好，可以。我觉得看到也没差，反正也是没差，因为我们真的加不了，是很特别的那一种。那你就算加了，我们也不会随便同意别人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，这可以三个人联播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再播，我不知道吧？没有，我想说，如果可以三个，我们叫柏林一起来糖豆人直播，四个啊，可以四个，因为有四个啊，可以四个。哎，那我们再找一个，为啥？哎，人说两个人最多嘞，啊，真的？啊，是哦，啊，以为是 TikTok 可以四人是吗 ？IG 也可以很多人。嗯 ，IG 会很多人。你有用过这个吗？有用过。哎，真的好用哎，我自己觉得。那是化，你是买化妆水还是乳液？化妆水。我现在用。第二次，推荐这个。Eos。哦，我知道这个什么金盏花的。对，金盏花化妆水，这个对，这个好用。我已经第二罐了，这第二罐。哇。哎，如果没有这个，我跟你讲，贤妮其实她是最少参加练习的人，好不好？哪有？哪有？之前每次约贤妮，其实她都不知道在干嘛，然后每次柏林都不知道要不要约，因为贤妮其实不一定会来。没有人揪我，揪了你没来。虽然我也拒绝蛮多次，但贤妮其实一定比我更多次。你是什么原因？我是因为要跟我哥玩。我是因为我兔子在就是撒娇，离不开是吧？嗯。哎，我兔子真的会这样哎，真的，我手放这，它的头会这样。对对对，我们手放在前面，我放在它鼻子、嘴巴这边，然后它就这样。它很喜欢别人摸它头。哎呀妈！我想看你的酷口哎，可以吗？好啊。那我现在不知道去哪里。我先找他好了，等我一下。先生，先生，过来，先生，他的毛还没有全部长回来。哎，我还没躲起来，他长了一点点。我看，我看。这样好可爱哦，它就长得这样。
小猪哎、欸，它的皮肤那边，身体那边的毛还在长，然后下面长回来了，头没有剪过。星星是出来了，跑走了是不是？到星星在躲起来了，我去找它。星星，你过来。大的猫，塞进去。抠好大只，对啊，跟星星比的话，一定很大。星星嘛，它的背怎么样？因为它剃毛，然后它现在背在慢慢长毛。它长得比我想象中慢一点，我以为会更快，然后就没有那么快。它比较害羞，然后现在把头塞到下面去。太热，对，太热了。那时候真的太热了。小狗的大小。差不多啊，星星以后也会长那么大、啊。来了，哈哈，又拿个盆，它是也剃背毛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它也很大只啊，它没有想象中还变得很大只哎、欸。对啊，它有变大哎、欸。我怎么感觉比 Coco 还大只啊？是因为毛吧？肯定因为毛。对啊。那个盆是用来装它的吗？对啊，因为它不喜欢被抱。啊，Coco也不喜欢被抱，所以我只能把它放腿上。它起来的话，就一直挣扎。哦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！你的那个，它的头好炸哦！它开始跑了。因为小很多有吗？我感觉还好。我应该也要这样拿一盆装它，不然它一直乱跑。是啊。对对，这样比较好拿。你会亲它吗？我很常亲它、欸，哎，会啊，亲它的鼻子。靠起来！啊啊！对哦，哦，它不喜欢了。嗯，它只要没叫，都还是安全。哦。要不要交配啊？哎，是多哎，超多，谢谢。你不是在发情吗？有啊，他在发。真的没有吧？哎，不然你现在量他几公分？我这样量他。真的发给陈。我感觉如果我们带去公司，应该会有很多人想要。如果小兔子，对，因为上次就是林佳颖带一只小猫，他朋友他爸爸朋友生的，然后超多人要。哦，真的很小很可爱耶！你有看到吗？那天你在吗？昨天你在吗？好像不在。对啊，昨天带好可爱哦。只有这样，真的只有这样。好小哦，超可爱。我看，我给你拍它。豹子小时候也是这么小哎、欸。对啊，慢慢就长大了。好小哦！那它一直吸李采洁的手，超可爱的。因为它想要找奶，它想喝奶。我也有被它吸，那感觉好舒服。长大了。Don't go, don't go. 他在吃什么？他在吃什么？好可爱。他的鼻子会一直收缩哎。对啊。
大概啊。哎，那我下咯。哎，对呀，时间到了。去吧，去吧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星星 ，Coco， 跟他说拜拜。哎，他们两个还没有见过面。对啊，拜拜 ，Coco。拜拜。哎呀呀。拜拜。拜拜。忘记我要化妆，你没有化妆就贴个假睫毛。星星感觉一直在吃，危险的联播结束了。各位，失控的不是我，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一点，不然你们也可以不要好了。失控的是我，记住的这一点。是我在失控，今日最赚波尾，还好啦，原来就这么刺激的，什么意思？十八线 CP， 不要被听见就不行，失控的是我，是我，是我在开枪。那这个猫真的不会有什么密集恐惧症之类的吧？在挖什么？我现在想把它放下去，让它自由的奔跑，但是我怕我直播没有看住它，我的电线又要损毁。你们怎么想？你们觉得是要把它放下去，让它自由奔跑，还是把它关回去笼子？为什么背会粉粉？这是它的皮肤，那皮肤，然后这黑黑的是它的毛，那毛还没全部长出来。如果全部长出来，这边就全黑了。笼子吧，为了不要让我电池，哎，真的是之前他咬我那个微波炉的线，然后真的是，埋在我的腿之间，就是说不走了，不走了 ，Coco。没话，他咬了我的微波炉，那微波炉要3000块，然后他那个线，他那个丝铁丝都已经跑出来了。然后就拿胶带把它贴一贴，然后差点哎还可以用，哎还可以用，那就这样子。所以我要贴那个睫毛，那等一下还是要走，那还是得走。浅浅的贴个睫毛吧。这样也太可爱了吧，整张脸埋在这边拍一张照。开起来，它是那种绝缘胶带，那我先给它拍照。舔我的大腿，如果它会发出喵的声音就好，喵，
谁会一只谁不想要有一只会喵喵叫的兔子呢？就是吧 ，Coco。我都不知道现在星星是不能抱的，就是要鼓起勇气把它抱起来。那我之前抱后，反正它也是一直失控，然后一直失控乱喘，但是你就是要把它抓紧，就是要让它习惯你的拥抱，对，让它习惯你的拥抱。斑马兔。喵喵叫的，对啊，喵喵叫的兔子。斑马兔是什么？那做个马杀鸡。可爱吧，这样。你爱我。哇，脊椎。跟贤弟去直播了一个小时，哎，个人联播时间过得比较快，哎，以后来搞一下联播企划吧，我不要再遵守只有我遵守的规矩了。不是要出门的吗？对啊，直播完啊，等下播就出门啊。你要能控制场面，干嘛控制场面？那就是两个人聊天啊，没有什么谁要主持，有什么活动啊节目，也没有粉丝在那边乱叫，然后太疯什么，还好啊，我觉得控制的不错啊。一定是玩太嗨，对啊。很欢乐，不会很快乐，是不是？不然隔壁开车，他自己直播的时候，我相信应该也不是这样，应该就是因为我在的关系。自己看刚刚的车速，还好啊。应该是因为我们平常聊天就那样，所以在直播上他会忘记是在直播之类的。晚点再来看回放，没有，应该没有回放了，应该没有回放了吧？我不知道。如果要放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的。现在抱着他，我开始觉得热，因为他很热，是不是 Coco？Coco 是不是很热？好想体验就跟不会那种选择困境的感觉。那你也在推，你还推谁啊？吃释放无限欢乐，对，就是给我快乐。今天残酷二选一，你也没选啊，哪里残酷？
重播吗？我根本没听过哎。我不知道我重播了。对，我怎么选？随便选啊，就是看，也不用说就是什么以往什么什么各方面，就凭刚刚的表演就是这样子选一个，就这样。好像在隔壁被出席。对啊，你应该要选他的。选他的话，我是不会，就是凭刚刚的表演这样子。谢谢缺钱缺到土的会员票。对啊，先夹。直接约好这样，就直接我们两个，你们看我们聊天就够了，不给你们相处聊天的时间。啊，对，刚刚大家都听到吗？礼拜四不直播。两边的眼睛也差太多了。看这礼拜忙完，应该就可以正常播了。我承认是我。时间安排的有点问题，所以常常卡到。对，周末见啦。假睫毛剪。那就是说，直接涂一撮在旁边。周末太辛苦啦，各位，那个太辛苦啦。然后就踢好一根啦，看到没有？周末什么时候呢？这周末是线下见面会哦。
在 Long Life。谢谢幻影战士，我什么时候会说谢谢幻影战士？而且韩寒才不会 care， 他怎么可能会生气？哎，还是他在你们面前会装作 care？那我是不是又说溜嘴了？右边的
睫毛真的很漂亮，很可以耶。最后一根，这边两根，这边三根，就基本上每次只要粘完睫毛，就看得到只有我的假睫毛，我真睫毛每次都看不到。只要过一段时间，它就会很自动的垂下去，就让我再也看不见它。T 组没看到，你要怎么补偿人家 ？T 组的人去补偿啊，他搞不好因为我的推荐，然后就喜欢上了 T 组某一个人，太棒了。适合的歌才会去绑，不适合的歌呢，你绑双马尾，渐渐的双马尾就不好看了。P 组喜欢谁说不出，干嘛？你就说喜欢韩寒，你不是喜欢韩寒吗？可是好可爱，你去叫丘比韩绑。哎，吴婉玲很喜欢绑，虽然她确诊。直播看某某梳妆，他觉得很……我从怎么说呢？我从国中就开始爱漂亮，说实话，从国中就开始。可是国中的时候也只会擦 BB 霜，然后画个眉毛，擦个口红。然后国中开始会贴双眼皮贴，我真的就是一看到那种美妆的影片，就会忍不住想要学习，这是女人的天性啊！那我双马尾真的好可爱，不好看，只是为了歌曲需要我才绑。手在那边，每次烫没有一次起过水泡，都是那种很轻微的那种烫，只能这样子跟各位说。我织就想照有皮喜欢栗子，安妮摸摸。照有谁啊？照有谁啊？
双马尾是歌曲限定，只能说是歌曲限定。对，歌曲限定。造谣你，这不是真实的吗？因为我想说礼拜四不播，所以就今天可以多播一点。竞技联播，好爽哦！联播好爽，各位真的很爽。他是可以想点节目来比赛啊什么的，默契大考验。买周边，对啊，就是证据。你们在一起很有效果，但是有我们好啊。对啊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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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格就是出来，然后举着一支电卷棒，然后这样子卷，这就是我的造型。画屏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权杖，太怪了吧！这形容太怪了吧。是 PS 五观点，我知道啊，他是玩手机的。留两条，那个是等一下要烫的，不是我在那边留两条，但是那种超中二的女生，然后我跟你讲，戴眼镜就是要一定要把这两条塞进去，我真的觉得戴眼镜把这两条塞进去的人真的超级中二。有的，有的，但是那个
先等我，就是首先要先等我，先等我把我想要的钱法都染完之后，会亮眼一点是真的，因为我印象很深刻，有一次我看 AKB 的演出，然后那时候我还不认识所有人，我一个都不认识，我唯一就比较看得到就是唯一一个染头发的人，就那一个人，然后刚好他又长得很漂亮，然后我是以我自己的观看角度去决定我的，对，就是那样。没错，就是翻译。你就真的只看得到他，其他人我觉得都一模一样。我也比较喜欢前发，对。贝多芬，然后最后面就是把这个没有烫到的地方抓出来烫一下，就是这些，看一下呀，这些这两边没有烫到，然后就是，我这样短发好像蛮好看的，然后短发感觉还可以哦。梦里当中有很想说的，你也是有经纪公司吗？对，因为我们公司有很多，你们也知道很多不可避免的活动，因为有时候就是平日会固定在平日，然后某一天就一定要请假，然后那天偏偏又是我最满课的一天，然后就导致被当了很多课，然后就让我有点気持ち悪い。然后越来越像我了，不至于，然后不至于。好，毕竟适合减法的人很少，这就是向外这样举一下，不好啦，他有那个弧度就忙得过来的，只是他的时间就是要卡在那个课最多的时间。好，会卷发还好吧？还好。卷发是从，然后再把它梳开，梳开是。我看，我跟你讲，我卷完头发什么时候最好看？隔一天，隔一天那个卷度才是我最爱的。
是不是我平常表演的时候会卷的头发？然后再把电关掉，放在地板。完成啦！然后睫毛也是用好的状态。怎么是隔天？因为我觉得现在有点太卷，就隔天稍微掉了一点。你知道，因为我头发我不用喷定型液，然后就可以维持很久，所以我通常卷完头发都不会用。OK 啦，打扮完成。那，我漏了好多出没卷到，一定是因为直播画面的关系。看这些是还是值得，小失误，是小失误，直接这样子，他们稍微补一下就好。睡觉压到不会变形？不会啊，就是起来一样是卷。直播的镜头让我看不太清楚。好，猫有点慢，没有，差不多下播了。过后层次都不会变，对，因为很厚，然后头发又很厚又很硬，对，然后就不容易掉卷。今天有约吗？对啊，请期待一下哦。今天你们之后就会看到我了。我今天去干嘛？期待一下吧。拜拜，周日见，周日见。两天都会到哦，好哦，拜拜，拜拜。